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你要卖多少？看到没有？拍一下屁股啦，这重点是屁股啊！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有没有？从屁股开始吗？没有啦，拍完了没？拍完就回来啦。死菜鸟，快点回就定位。好，这个2022年的高尔夫 Golf Variant， 对吧？是这样念吧？嗯 ，Variant， 舌头要顶住上颚，你知道吗 ？Golf 八代，我告诉你，就是现在新车在卖的，卖的非常热门，轿车交不出来那一台，我们有了，现在他来了 ，TA 嘛，他来了，哎 R 呢？哎 R， 划掉不？啊。你知道这个车刚开始交车的时候，我的 FB 有多少的朋友？很多人买了这个车，你知道吗？交车的时候就是潮，潮就怎样打卡。我看着想说，哎呀，这个车是很便宜，是不是？那种感觉泛滥的感觉，就很像在台中可以踢到枪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FB 打开，好多人都买啊，好多人说等了好久，终于来了。我想说这个车是有这么棒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真的这么棒。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车哦，我还没看过哦。那今天的你要卖多少呢？反过来拍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已经买好了，我只是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车子，因为我也第一次看嘛，好不好？这个等于是这个你要卖多少的另外一个支线啊、哦。我们是这个小师的第一次，大家一起跟小师第一次，跟小师的第一次，那这样子啊，我是算几次？好了，反正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车啦，啊，我们再看一下啊。最后呢，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个2022年的八代的 Golf 旅行车 R 版的，我们买多少钱？那首先你看这钥匙真的漂亮，漂亮，哦，都是这个钢琴烤漆的，而且它做的这个面板啊，我以为是可以像 B N 那边可以滑的，可是没有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你看拿一下就。被印的都是油，这边有个按钮，按下去这个就可以抽出来。哦，哎，这个是不是也是它那个R的形状吗？它是故意的吗？应该不是啦，故意它会做圆的。好，然后只有三个按钮，开后车厢跟锁门开门。哎，有电动的吗？哎有哎，电动尾门哎，再按一下关起来，按两下关起来，长按，好，长按啦，它是属于长按类型。好了，看一下啦，好不好？这个车头哦，说实在的，我看到人家大家在打卡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次八代的车头做的是真的蛮有科技感的。但是呢，看久了有点像新的那个 BMW 三系列那种头灯，现在三系列也变比较细，有没有？然后里面就是有两个这样子两个框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哦。然后这次你有看到元素，就是这个蓝色的这个灯条哦，方向灯是亮这一条，所以这个蓝色是一个四条啦，下巴也都是用。钢琴烤漆的气坝哦，这个气坝不是给你一般的那种类似防刮材质的那种煤烤漆的灰色哦。哎、欸、呀，中间这条线会亮吗？开灯的时候好像会。真的吗？好，我开看看。哦，这个、啊。对 对， 對，亮了。哦，哎、欸，不错呢哈，蛮帅的。来来来，看侧面哦，侧面有一个 R 哦，哇、哦，哎、欸，轮框也有 R 呢，也是亮面烤漆跟这个切削的双色的。哇，这个是新型的螺丝哎。哦，碟盘，然后卡钳也有一个 R 的字样，可是它这卡钳是一般的卡钳，只是比较接触面积比较大。22年的轮胎哦 ，Hankook 是什么牌子哈？韩国的，韩国的、哦。对对对对。啊，为什么德国车用 Hankook？Hankook 是啥？韩考克、哦。不是汉在煮东西啊、哦。235359，哎，很薄呢，35而已呢，超薄型的，全景天窗，啊、哦，还有这个。铝合金的车顶架，哦，这边有一个 Volkswagen 的这个字样，而且是这个浮雕的，它是浮出来的，对，它不是贴这个贴纸而已哦，它有浮出来，这可以抗雕吗？这是贴纸吧？抗雕，买好了，怎样？全给人家了啊！哦，哎、欸，这么是烤漆烟呢，哈，哦，这边有一个 IQ Light， 基本上这个就跟新车一样啦，然后四出尾管一样，这边有一个 R 四，哎，这个已经不能翻了哈，哦，镜头现在坐在这里。然后一样 R 字样在后面的 mark 下面，基本上就是新车。好，这一台里程数来带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平把的，哎，它这次都用蓝色的元素，有没有？好，蓝色的这边一个 R， 还有蓝色的缝线，屏幕也是蓝色的。
然后椅子呢也有蓝色的电动椅，三组记忆哦啊，这个旁边这个皮还蛮好看的，它做的有点像卡梦的那种感觉哦，延伸到这个侧面都有，哎，这赛车椅呢哈、哦，你看它的 R 也是蓝色的，有没有？这边也都有蓝色的侧边点缀，哎，这个椅子是蛮帅的哦。然后看一下门板，哎，这有蓝色的灯是不是？对啊，蓝色气氛灯。好、哦，然后这边也有做一个饰板，哎，这次这边已经完全没有锁扣了耶，它已经没有做锁扣了耶。哎，也不是在门把上，哎，他已经完全把锁扣都取消了呢。不过啊，我发现他这个按钮变好小、哦，好又短又窄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它这整个设计都比一般的小。金属的门把，这边可以放一个自备架。我们这台好像是没有选音响的啦，它这当初第一批我记得应该在200万左右就买得到了，后来有涨价200多万。好像问题来了，这个车一年车开多少公里？哎，要发动底的哦，发动坐在中间呢，就是那个充电板，这边写个 Golf 蓝色灯。然后他发动是说，哎，这排档好可爱哦，你知道这很像什么吗？你笑什么？你的手？我还没讲这个像什么？小麻将啊？你觉得像麻将？我觉得像我觉得像这个，哎，你不觉得像舌头吗？哦，反过来的。你可以做一个仪器是这样朝上的，开关打开它会这样动，按调第二段动比较快。我说这个啊，长这样子的啦，调到第三段，调到第四段就。哎、欸，这排档真的很可爱，我第一次看到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这种排档在哪里才看得到，你知道吗？保时捷超跑，保时捷算超跑。保时捷要看啊，有，保时捷有992是不是？反正就是超跑都用这种的啦。这样你觉得有比转盘好看吗？我觉得都差不多，不过至少这比较实用啊。好，它可以前后啊，它可以跨坐在上面。我是要训练你话多一点，要、啊、不然你妈被人家骂到不敢讲话，有什么屁用？我要你干什么？哎、欸，我看跑几公里啊？对，讲跑几公里讲半天啊，怎么看呐、啊？啊，外乎你哇，现在新的车哦，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它萤幕怎么比我想象的小啊？它妈框做的很帅，有没有？然后你没发动的时候，你以为它萤幕很大，你一发动，没想到它萤幕只有这样而已。哎、欸，这萤幕真的比我想象小，我以为这种液晶萤幕要很霸气，大一点，宽一点点而已。好啦，啊，重点是几公里啦？哎、欸，我看这个应该是调这个吧 ？View 吗 ？View。View， 你确定？你确定 View 是看啥？看 View 啊。View 是景观呢。来哦，等下去看房子啊。哎，依萍，你姓什么？陈。啊，对，陈。哎，陈先生、陈太太。是。这个我们的这个房子拥有本市最好的景观。最好的 View。最好的景观。他说啊，是哦。哎，对，张景观跟李景观。哈，我说两个警官站在外面干嘛？绝对不是 view 啦！我坐车坐那么久，我想的车一定不是 view，view 一定是摄影机相关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我门关起来，等一下，显示里程。抱歉，暂不支援。显示目前总里程数。抱歉，暂不支援功能。你会什么？驾驶使用车辆列表，请选择要查看哪一项。车辆状态吗？我现在我的车现在状况还好吗？不太好。我的车现在状况还好吗？我的车现在状况还好吗？等一下啦，到底怎么看里程啊？靠腰啊，724怎么可能？我记得没有开那么少啊。自加油起，没有说自出生开始算，没有这个吗？没有这个选项吗？哎、欸，他这个其实不好按哦。哎、欸，现在新的东西，我很慌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啊，为什么会跳音讯？哦，因为它这个是可以滑动哦，这样、啊、哦，真的，对对对，哦，竭尽压力，我本来想要称赞它，说它这次都是繁体，结果它的竭还是简体的，抓到了，对，这个字没改到，看它竭，哎，你帮我去叫小胖来好吗？人家怎么调出来？把跟车关掉，把跟车干，就这样，对啊。好，谢谢小胖。出来8938，八高三班，把跟车关掉就出来。我跟你讲，人啊不能不服老啊。那拍部影片不得不服老，然后再拍续集，不得不服老二。到底是我们人老了，还是现在科技变化太快？哎、欸，它有电热方向盘哎、欸，可以加热。方向盘热暖气已开启，它转速表是这样横的。哦，有点像摩托车的感觉。然后它有个 R， 它现在是调到 R 吗？哦，不是，这是赛道模式。然后它除了这个电热以外，我记得它有冷热的通风椅，通风椅跟那个座椅加热两个位置都有，我觉得还不错，配备真的蛮好的啦。然后你看，哎、欸，这里你看杯架有没有？哦，这是放钥匙的，钥匙充电是不是？对，要
应该充电吧？它是不是会充电？啊，这个有个按钮，有没有？按下去会怎样？你知道吗？会怎么样？砰！没有，会有一个杯架。啊，杯架怎么收回去？哦，我觉得这个有一天一定断掉。会断掉。好，然后它这个出风口都做一个细长、细条、气氛灯。哦，暖暖的呢。哇，快播键，速开。听说这个有主动悬吊阀门啊，给它按下去。舒适，一样啊，可能要开上路才知道。好、哦、啊，它天窗也开启也很帅哦，它也是用滑的。哎呦，停，滑回来，帅吧？开了，用叫的，它就开了。对啊，再叫一次。没有了，没有。它是碰这啦。哎呦，碰灯罩啦。太帅了吧？它怎么关起来了？啊，我不行，我要看。没有啊，不是啊，我只要开遮阳帘而已，怎么办？打开遮阳帘，打开遮阳帘，来，你来拍遮阳帘几项，遮阳帘几项，你阿公。一定要开天窗才能开遮阳帘吗？不是吧？好了，反正那个网友说，我有第一次买，不能第一次买哟、喔，对不、啊、对？凡事都有第一次。对啊，我们只是有钱而已，不是啊？没有，我们是刚好遇到啦。我相信这个车应该很多人都有兴趣吧，想要看看吧。哇，这是什么急救包吧？你看啊，可以缠脚啊，还可以干嘛？来，大喜利为这个图配上一句话，好笑的。那你先好了。好，老婆衣服又买太小了。好，换你啊。你手抖个屁啊，你为什么手抖啦？我听到你说老婆衣服买太小，很好笑。你不要每次都摸我那边好不好？摸哪边？那边。手腕呐、喔。对啊。哦，好，算了，我让你过，虽然不好笑，但我让你过啊。第二个图、你水太多了，每次都把这边弄湿，怎样啦？鸡胸怎样？这边又跟鸡胸有关系了。这很像一块鸡胸，你鸡胸不要掉到我腿上好不好？鸡胸肉掉到腿上，好、啊、好，下一个，这个包扎脚很清楚了吧？我就叫你要带袜子了，你又不带。你不要玩溜溜球，你看你把我的脚缠到处都是。可以哦，溜溜球这个可以，这我给过。我都要开始比赛了，还不知道是几号，怎样啦？啊，跑步比赛马拉松不是要背号吗？我可以送你一个。好，你讲。我可以送。妈，你帮我买的内衣太小件了啦。我就送你一个，换你。你不要背对我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太平了。太平了。其实它是正面的意思啊。好。好。这个真皮座椅不错。不是啊，靠腰。它这还是用转盘的哦，你转转看，这个他妈的几十年的烂设计用到现在了，我会吐血。怎么现在在用转盘的？这我顶下你讲，你真的要处理的时候太慢了。对啊，冷掉了。我是不会啦，我都可以保持蛮久的，我是不会。对，我都可以，只是这个已经好几十年的设计了，为什么？他是觉得他这个设计很棒，是不是？他真的没改过这个二三十年前他就用转的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到现在都不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我先把它熄火，我再看一下他的后座。会自动退后呢，还不错哦。这个叫做便利什么上下车的系统，看一下后座。还不错。还有什么后座出风口？它是三区恒温吗？这边有两个 Type C 的充电口，这应该没有东西吧？它有那个温度可以调哦，它有温度，所以它三区吗？对，还不错啊，空间上也可以，上面有一点小小压迫，可能我比较高啊，皮质也都还不错，我还蛮喜欢它这个旁边这有点像卡宝的这种车边，还不错，帅。虽然呢、它这个 V 柱、ABC 柱，它这个都是做黑色的，这塑胶这塑胶的纹路我觉得还不错啊，有点像菱格状的那种塑胶，这个纹路比较看起来比较有质感，比起这种花纹的塑胶，我觉得看起来有质感多了。这个很像一般车子。对，好，老板，你没有看到这个什么？还有这个，这是怎样？手机、宝贝袋。对啊，这很重要吗？你会把手机放在这？会啊。你屁啊！你坐后面，手机基本上粘在手上了啦。好了，可以啊。好了，你觉得棒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说什么。这宝贝袋有什么好讲的啦？好啊，门上面就有两个杯架，做的斜斜的。它口径做的蛮粗的，可是它就是有斜度的。有点斜度的饮料架，太满可能没办法放。好，看一下后车厢。超级无敌遮阳帘，它可以第一个阶段这样，再往下，第二个阶段到这里。这边有快速倾倒，
你看学 Co Plus 的有没有看到？因为我最早看到这个功能是 Co Plus， 不过后行李箱真的蛮长的，蛮大的。哦，哎呦，这边至少可以藏1000万现金。这么大？哦，很深哦，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备胎了。哎，啊，它补胎机那些的。哦，对了，在这边。它的配备，它这个。好，看完了啊，这个基本上我们已经都用漆膜仪打过，都是原漆了。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收购的流程跟状况好了，好不好？塞巴卡克，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。好了啊，这当初这是我们老客人卖我们的啊，他就有某一天啊，他已经之前卖过我们一台车，某一天要传一个讯息来说，他有一台这个车，说老婆开不习惯，车身太低，弹跳太大，觉得不舒服，想换修旅车。他就问我22年的白色跑8000多，新车我记得当初是在200万左右。我跟你讲啦，其实这一批我记得没错的话199万呢，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哈曼卡的那些有的没有的嘛，现在好像涨到210几了。他后来有调整价钱，好像是210几，配备有一些不一样，所以他当初这应该199买得到。所以呢，他就问我多少钱，我说我觉得应该是在170吧，印象没错的话是大概175万。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可是这个原厂哦估18X啦，8X哦，他一定讲差的啊。我跟你讲，客人会讲18X就是什么181、182而已啦。他如果9就讲9了，就讲189了嘛。超过5基本上妈都会讲出来了啦，会讲18X就代表绝对是在185内啦。当然人家想卖高合情合理吧。我说啊，因为我也没买过啦，我自己感觉是175。你想想看啊，199减175等于他赔了24万嘛。哎，我们拿170出来赚个一成好了啦，还赚不到一成呢。我假设我买175，一成大概17万嘛，175加17，我可能要卖192啊。新车199呢，现在要买新车是210几啦。哎，我有210多啊，我有差那些修花钱。一年车你要买192，还是全新车21多这样，自己选嘛，有没有差那10-20万嘛？可能我们有差啦，但是有钱买这个车的人应该没差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客人有点价差。我当时是这样想，所以我说我觉得大概175万。哎，搞考试呢，跟哇啊，怎么差那么多啊？原厂都估18X，你才估175。我说啊，我没买过啊。然后我就想说啊，好吧，反正最近有没有也不知道要开箱什么新车跟大家分享，对不对？我就说啊，不然这样啊，不然我用拍片的预算稍微这个 cover 一点， cover 一下，我跟你买高一点。我想说我没买过，你买贵没关系嘛，我们用那个流量来补一下。如果跟原厂差不多，我跟你买可不可以这样啊？他说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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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们就派服务专员去跟他联系了。后来瞧很久，瞧很久啦，一瞧他说他要卖我185啦，原厂一定是估的比185低嘛。好，我们假设183、182好了，好不好？原厂这么大一间，这么有钱呢、欸？为什么我一间小小杂货店，我要买的还要比原厂高、啊？我有时候无法理解这一点。我很穷呢、欸，人家是他拿零头而已。嘿啊，我一间小小的店，我怎么跟原厂抗衡啊？他如果真的拿钱砸，是妈的把我们砸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说实在，我们有比原厂会卖吗？没有呢、欸，人家原厂有黑丝袜，有漂亮的展间，有舒服的会客室，有咖啡，有的还有冰淇淋，我们都没有呢、欸。不是啊，人家服务好，所以他卖得好嘛，所以他又比我们好卖，又比我们有钱啊。我要买比他高，有没有很奇怪？好，那其实我想实在话，我们也咬定一点，就是原厂一定没有故意185。好，我们就跟他出啊，从183 club 好，最后讲好了184，我服务人员就准备要去看车了，礼拜一要去看车了。结果我告诉你，礼拜天晚上，叮咚，好，讯息来了，我们那个服务人员收到讯息，他说啊，不好意思哈，有人哈出185要跟我买，本来讲好184，一嘎嘎的小嘎，好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。意下如何啊？有没有啊？人家这样讲了，来，宜平，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没办法、啊，这样啊，那我就卖他185喽。好，那哎，A 什么？你 A 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做老板痛苦的地方，已经比原厂高了，我一高还要一高高。当然，站在消费者的立场，他要卖高价是合情合理的，我真的觉得啦。但是已经讲好价格又不一样。你像我同学他女朋友啊，本来讲好论及婚嫁了啊，就他女朋友跟他讲说，哎、欸，你到底有没有要娶啊？你不娶，我要嫁别人。哎、欸，你那是查甫人，你冻会掉啊？自己尖叫。哎、欸，你被这样讲，你受得了吗？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这已经你去给，对你去做，你去给，对对吧？所以我同学就这样处理了啊，就单身到现在。我上一集的你要卖的话，我就讲到这件事情，我就说我们跟客人讲好价钱，客人出去绕了一圈回来，我们能丢吗？我们不能丢呢啊。不过我上个影片是这样，也有人说，哎呀，小师你不是叫我们估车要货比三家啊，又说来你这边啊，出去绕一圈回来啊，你不是自我矛盾？我讲的不是价钱上面的丢，我讲的是说我可不可以不要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比 OK 嘛，你货比三家，货比八家，货比886
64家，你比完回来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想买了，可以吧？对不对？你马子来啊，回去说，哎、欸，我去试试10个男人再回来，看你要不要娶我。后来我发现你最好回来，哎、欸，啊、你娶我，我怎么笑一个啊？聘金便宜一点，我考虑。好啦，反正不管啦、啊、那我这也是这样，硬拱啊，差那10000块，我们想说啊，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买回来要开箱给各位观众朋友看了，哎、欸，我们制作费是有这么高，我们那个流量是有换这么多钱，你们大家上网去看看那个10万流量能换多少钱，被清娘啦。啊，我不怕你知道啊，啊，我们一部片大概都20万流量啊，20万流量8×2016000啦，啊，我这样冲冲冲冲的还比原厂高，然后再往上加加加，最后一天还要再拼10000，我跟你讲，有够好赚的啦，一则讯息赚10000，我说站在客人的角度啦，好啦，反正恭喜这位客户啦，哦，他最终还是185啦，啊，是有时候收看我们这个影片的观众朋友要记得多多帮我们分享、订阅、留言，可以的话多刷几次，换一下 IP 也可以啊，设不下可用一下，跳一下跳板，刷流量才有算，我们顺便多送设不下可一次广告，没有啊，只是哦小小的唠叨一下啦，讲难听一点，我们当然也可以。说不要嘛，有时候做这个服务业就是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利益是冲突的嘛。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嘛。换一个角度想，我们也常常在买新车回来说一亏也是亏好多钱，没有差这1-2万的算了。当初为什么有175这个数字？其实我是去问买过的同行啦，哦，买过的同业是跟我讲说175万，所以我就照这个价钱给他啦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是从175加到185啊。对他来讲，他怎么卖他都觉得他是赔钱。好，所以这个两个人基准点会不太一样。接下来下一集哦，我们就会开箱跟大家分享更详细的去试驾，把这个185万花下去了，哦，来紧绷试看看，说这台车到底有没有市面上这么热门？哎，啊，我们185一定要卖19X了吧？我来试看看哦，新车199，我们卖19X卖不卖掉？对吧？只能这样嘛。没有这，我跟你讲，这种方法就是这样，只有你很想买的时候，你会被这种套路弄到。啊，想说啊，软再一点啊，对，都已经到这边了，已经成交前一天了啊，多那10000算了，都已经决定要开箱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如果不想买，可能哦185，祝你幸福啦。比如说嘛，185啊，哦，我看你们会不会成交啦，大家看到这个价钱，不要再回来一样的东西要塞给我、嘟给我，不要了，加价钱一次就够了吧？我们这个是真的有比较高买哦。这个市面上，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车主，除非你自售，你要卖给车行，我是不相信有人会买到这样。我坦白说，我们是真的有加价要拍给观众朋友看。哎，今天真的就又有一台了呢。今天那台跑更少，好像跑1000多而已。那请大家期待后面的这个分享影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好了，不要再讲了，1个多小时了，好，快去车子拍。静态拍一拍，刚刚有讲到的去拍拍，嗯，不要再拍我了，去拍车。我这一集已经讲超多话，观众看得很烦了，已经要变成谈话节目了，快点。好。这个，要不然叫隔壁换这一台。对啊，好，大家自己人，不要说要卖198就好了。然后189跟柯比讲好之后呢，我就哎、欸、不好意思哈，我们有个粉丝说他190要买，问柯比说啊可不可以？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决定这套路只用下去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